白雪一生从未求过任何人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随我离开。何事？方才我在长远殿观星，突然想起。 主神还欠我一个约定，什么约定？等我炼化主神令羽之后再说。主神不记得当日对我许下的桃渊林之约吗？但你接掌了主神令羽，可否与我去桃渊林一聚？我有一桩心事，藏在心里很久很久了，我想在那告诉你。 主神不记得了，和你的约定，我从没忘记过。可这约定早就过了。白雪今日来朝圣殿，是想要主神赴当日之约。不行，明日我定要成为混沌主神，给众神一个交代。就因为你明日要成为神界之主。 今日我才回来，我这一生从未有所求，唯有一愿，便是要求今日陪我赴约的是当年在我长远殿中修行的上古，而不是明日的混沌主神，好吗？不好。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今日炼化之事，诸神已蒙感召，恕我戛然而止，未免太过不妥。待我了却此事。 白雪一生从未求过任何人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，就这一个愿望，相公，随我离开。